他们讲的意思哈、啊，都是针对印度来看的、啊，都是一样的、啊，就是 nuclear free 啊这个意思啊。那环保团体是认为恢复会比较能够代表啊这个这样的理念啊。那我们在今年啊，1月16日啊，选出了新的总统之后啊，那各位知道。所以我们就强调说、啊、我们一定会落实推和家园、啊、在2025要达到2025年以前、啊、要达到推和家园、啊啊、那今天我就来跟各位介绍、啊、那么什么是推和家园的这个政策、啊，灰核家园指的就是没有核能发电，那反对核子武器的国家啊。那以台湾来讲的话啊，指的就是没有核能发电啊，因为台湾目前是没有核子武器啊。那我们也反对台湾来发展核子武器啊。那灰核家园政策就是要来落实灰核家园所提出来的政策。那这样的政策主要的目的啊，有以下五个啊。一个当然是确保台湾的永续发展啊。那这个当然也牵涉到全世界的永续发展啊，因为核武。核子武器或者核电啊，对世界各国啊，它的威胁啊，都是会带来重大威胁啊。那任何的一次这个啊核能灾害啊，影响的话也是相当广泛啊。等一下我们会针对日本跟啊这个乌克兰啊的核灾的情况啊，会。进一步说啊，那第二个就是维护环境正义啊。我们知道这个核能电厂啊的新建啊，大概都会放在啊比较弱势啊弱势族群的地方啊，比如核一、核二啊就会放在北海岸啊，核四放在东北角啊，台湾的东北角啊，核三。就放在台湾的啊，恒春这个垦丁这个地方啊，那核废料啊就会放到南屿啊，那未来啊还会寻找放置核废料的地区啊，也大概都针对这个比较弱势族群居住的这个地方啊，因为这个带来的这个环境的不正义的情况啊非常的严重啊，那。第三个当然就是保障啊公共安全啊，发生了核灾之外啊，我们会带来很重大的啊这个人民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危害啊。那第四啊，我们追求世代正义啊。我们知道这个核能发电啊，大概30-40年啊这样的时间来发电啊。就是它产生的核废料啊，是300年以上啊，数万年啊的一个时间啊，所以这个造成了这个这一代享受核能发电，那下一代啊为这个核废料来付出代价啊。它第五，促进世界和平啊，因为这个核能发电所产生的这个核能物质啊。是可以作为原子弹的这个材料啊，所以有很多这个想要发展原子弹的国家啊，是利用核能发电啊来取得核武的原料啊，所以核电的发展啊会导致核子武器的扩散啊，那是威胁到世界的和平啊。那事实上，台湾当初会发展
这个核电啊，也是因为啊，这个政府想要发展核子武器啊。那目前我们法律上面是有规定啊，非核家园这样一个目标啊，这是在环境基本法第23条啊。那么规定说，政府要奠定计划，逐步达成非核家园的目标啊。所以这是啊政府的一个法定的一个责任啊，要去啊达成非核家园的目标啊。那我们进一步说明啊，核能发电是怎么一回事的啊？核能发电跟一般火力发电啊，它的原理啊，发电的原理啊，大部分是一样的啊，主要不一样的方式就是这个啊，提供热量的方式啊。那我们从这个图的最左边啊，这是一个啊反应炉啊，反应炉的部分啊，反应炉里面因为有核反应啊，那产生了这个热量啊，它就把水啊加热变成水蒸气啊，那么水蒸气就啊沿着输送管线啊来到啊这个。啊，涡轮机的地方啊，涡轮机就是一堆啊叶片连起来啊，那蒸汽啊吹过这个涡轮机啊，就会把叶片带动啊，就像各位看那个风力发电机一样啊，风吹过，那风机就在转啊，它这个涡轮机就被蒸汽带动转动，转动它会有一个轴啊，这个轴就带动这个。又跟这个发电机去发电啊，发电机这个电就经由输送这个线路啊，就输送出去了啊。那水蒸气通过涡轮机之后，就再把它冷却啊，回到一个冷却的这个装置这边来啊，把它冷却为水，再回去反应炉里面啊，再去加热啊，这样子循环这个。的这个啊循环的这样一个作用啊，那水的这个冷却啊，当然就是要海水来冷却啊，那海水冷的海水进来之后啊，那么吸收热量再出去就可能变海水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原理啊，就是把这个啊燃料啊核燃料的这个分类啊所产生的。能量啊，变成了热能啊，那这样的热能再把它转化为这个电能啊 ，OK 啊，所以它原理是这样啊。那么呢，这个核能发电最主要问题啊，当然就是核能的这个反应器啊，它的这个啊危险性啊所造成的问题啊，以及这个核燃料啊用过之后。它的这个毒性啊，非常长久啊，这样的问题啊。那目前台湾有4座核能备厂啊，对啊，那么有这个核1、核2啊，就在台湾的北海岸的地方啊，在石门啊、金山啊。冠里啊这个区域啊，就是可以的啊，然后在凤寮这个地方核市场啊，那在南部啊，核三厂啊，就这个地方啊。那目前核市场是停工封锁啊，在2014年啊停工封锁之中啊，那么其他3个厂啊。各有两个机组啊，两个反应炉在运转之中。好，那核能电厂啊，在过去啊曾经发生过啊
重大的人民灾变啊。那么从最近的来看，那就是2100年3月11啊，这个日本的这个福岛的啊核灾啊。那这个福岛核灾的产生是因为啊，那么东北啊，日本东北发生9级的强震啊，它引发大海啸啊，然后福岛的第一电厂啊，这个丧失了电力啊，所以它的这个厂内啊没有电力啊，没有电，所以一些冷却的这个装置啊就没有办法啊去发挥冷却的功能。所以这个原子炉就过热啊，那么产生的炉心熔毁啊，就是燃料棒啊就熔掉啊。那在那个同时啊，因为高温的关系啊，燃料棒也使得这个水啊分解啊，把水变成氢气跟氧气，所以有这个氢气就产生。那氢气就进一步产生了爆炸啊。那总共有3个基础啊，3个火面啊，产生这样的啊这个炉心熔毁和氢气爆炸的事情。那有一个基础，就4号基，它是放燃料的水池啊。这个燃料池啊，它爆炸还有起火。那这样一个核灾的结果哈，那么电厂方圆30公里内的民众啊，要采取这个紧急疏散的这样的动作啊。那么20公里里面啊，疏散了20万人啊。那当然了，这个啊，更远的地方疏散没有被疏散掉。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这个图可以看出来啊。那么我们只啊这个是30公里啊的话，那可以看出在30公里外，实际上黄色这个区域也是严重污染的地区啊。那所以整个影响来看的话啊，那么但啊到80公里啊，说还有这个啊，相当显著的一个污染啊，所以这个影响的范围是很广的啊。那200公里外的东京的饮用水也受到了污染啊。那这个污染啊，那一方面是从空气啊来扩散到全球去啊，那另外一方面是往海边啊，往太平洋那边啊。这个，因为这些污染物质啊，随着这个水啊水流排放到太平洋去啊，所以也是扩散啊到这个太平洋啊，那这个到最后啊，全球啊都侦测到这个辐射的这个物质啊。那么有没有飘到台湾？事实上也有啊，当然。台电那个原能会啊，一开始说啊没有啊，但是在被质疑之下，那就把台电的侦测站也这个啊纳入考虑啊，那到最后才发现是台湾实际上也有侦测到福岛核灾的辐射啊。好，那目前啊这个核能电厂辐射外泄。是还没有停止啊，一直啊还是在啊外泄到这个太平洋那边去啊，所以这个福岛核灾啊，这个啊它的这个辐射的这个啊处理啊，目前啊是一直还在进行中啊。那反应炉本身啊，它溶解的状况啊。它目前因为辐射剂量太高，实际上也都还没有用者的眼睛亲自去看过，都是用机
机器人去看。那除了福岛核灾之外，那么历史上还有其他比较严重的这个核能灾害啊？最早是美国三里岛啊，在1979年的时候啊，发生了这个核电机组无线熔毁的事情啊，这是听说啊，三里岛核电厂二号机啊，发生了无线熔毁啊，我们也是紧急疏散啊，方圆8公里内的啊，那。另外啊，1986年4月26日，苏联乌克兰啊，车诺比电厂啊，因为人为的这个疏失啊，给产生了内部爆炸啊的一个意外啊，这是爆炸后的电厂啊。那这个电厂之所以爆炸啊，主要是因为这个电厂的工作人员啊，在做实验啊，做实验。做实验的关系，所以产生了意外啊。那大量的辐射物质是外泄啊。那政府紧急疏散30公里内的这个13万5千米的民众啊。那疏散影响的范围啊，当然是比这个30公里更广啊。那车诺比的这个意外。释放出来的辐射物质啊，是非常的多了啊。估计是啊，广岛跟长崎这两个原子弹爆炸的时候，释放出来的辐射剂量的200倍到400倍，也就是说比原子弹所爆炸啊所释放的啊剂量啊辐射剂量啊，是更多啊。更多有很多了啊，两个原子弹的200倍到400倍这么多啊，所以这些辐射物质啊到最后啊，这个从乌克兰啊，然后要到俄罗斯，要到白俄罗斯，然后再往啊这个啊南欧、北欧、东欧、欧洲那边一直跑过去啊。连欧洲都受到影响啊，到最后当然是全世界都会震慑到啊，台湾当然也是震慑到啊。好，那它导致的这个死亡人数啊，那这个短期内是30多人啊，但是长期参与清理的工人啊，以及这个儿童啊。都受到很大的伤害啊！那政府也花费了相当多的钱来处理啊。那有人说，苏联为什么瓦解啊？主要可能是车诺比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啊。那这个是后遗的影响啊。这个动物啊，生出了奇血的马啊，人的话啊，奇血的儿童啊，还有像刚刚这张照片啊，这个啊也是母亲准备一个受到辐射污染啊，死亡的孩子啊，所以这个。从核灾的这个发生啊，我们可以看出核电危险的一个本质啊。那么它的发生的原因啊，有的是因为设备的故障啊，像三里岛事件啊，有的是人为操作的失误，像车诺比事件啊，有的是天灾的肆虐啊，像福岛事件。除了这个电厂
所生的会场之外啊，那么核能电厂产生的这个核废料也是人类头痛的问题啊。我们目前像台湾来讲的话啊，我们只能把这个废料暂时放在南屿跟核能电厂内啊。左边这个图是电厂内的这个储存的仓储存厂的情况啊。那一桶一桶红色就是低放射性的废料啊，那右边这个是蓝屿的这个储存厂啊，它是用陶玻璃啊，这个当然是很简陋啊，下雨的时候啊，可能雨水就会渗到啊。那这是用过的燃料棒啊，用过燃料棒的水池啊，那这叫做。我们一般把这个叫做高强度的这个核废料啊，好，那这些高强度的核废料啊，目前啊，台电是想要把它用干式储存厂啊来储存啊，这是干式储存厂的样子啊，那目前它还没有运作啊。啊，总之啊，核能发电。它的本质啊，有几项啊，第一个它是危险啊，重大的事故可能会发生啊，那一发生以后，那后果是非常的严重啊，影响是非常深的啊。那其次它是昂贵，它的建厂成本是高啊，工期是很长的啊，核废料跟它的处理成本也非常的贵啊，我也知道核市场啊。到最后啊，现在目前是这个用的2838亿啊，2838亿啊，现在是停工啊，荒水啊。那它号称啊，号称是从这个我们是从1992年啊正式行政院通过啊，让核四炉新建啊。那另外啊，这个核电本身啊，它的发电热效率是低的啊，这是为，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啊看到那个啊，等等它的原理啊，等等发电主要就是把热啊热能把它转化为这个电啊，这样一个效率在等等发电。是说一般传统火力发电的效率来的低啊，这是因为怕啊这个火焰骨啊出问题啊，所以它的温度是比较低的啊，这效率比较低啊。那产生的废料啊是一害万里 啊。那么不但是难以处理的啊。那么有害的时间短则300年啊，那长则啊数十万以上啊，那另外就会导致核武扩散啊。我们刚提到啊，用过这些燃料啊，是可以提炼出钚啊，那这个钚可以去做这个原子弹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丢到。长期的原子弹啊，就是用钚去做啊，那这丢到广岛的啊，是用铀去做啊。那另外啊，核能发电啊是没有办法单独啊去运作啊，那一定要有其他的能源才能够运作啊，也就是说要有其他的方式去发电，产生了这个电之后才能够去。供电给这个核能发电里面的控制装置啊，那这个核能机组啊才能够启动啊，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啊，不是能够单独存在的能源啊，不能够只有核电啊就能够发电啊，这是这个啊，这是它本质上的一个情形啊。OK， 那。另外啊，那么
国民党政府一直提到说啊，核能发电会减碳啊，那事实上核电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比再生能源来的高了啊，因为核能发电呢，它的碳排啊，我们要从它的生命周期来看啊，所以从铀矿的开采提炼啊，还有核能电厂的新建啊等等啊，这整体来看，它的这个啊二氧化碳的这个。净排放量实际上是比再生能源还高的啊、哦。那我们的核燃料也有掉毛的一天，所以它不是永续的能源啊。铀矿的储存量是有限的啊、哦，不像再生能源啊是可以永续来利用的啊、哦。那另外啊，我们这个核废料的处理处置啊，就是由后代子孙来头痛啊。那后代子孙是要耗用更多的能源来照顾这些核废料啊。事实上整个来看啊，实际上是得不偿失了啊，因为核能发电会付出更多的能源啊。那核能发电也阻碍了节约能源和再生能源发展啊。我们再生能源还有节能的这个工作，为什么到现在政府还要在？努力在推啊，为什么不早一点做啊？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要建核能电厂啊，啊，所以这个发展核电啊，是不利于解决全球暖化的危机的啊，并且会使人类承受更多的核灾的风险啊。所以这个联合国啊，实际上也不建议啊，用发展核电来解决全球暖化的问题。那就台湾来讲的话，台湾是一个地小人少的海岛啊，并且我们在地震带上啊，地震、台风、暴雨啊这样的一个天灾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缺乏啊发展核电的这个自然和社会条件啊，那万一啊产生重大核灾，台湾社会是无法承受的啊。那像这样的情况啊，国外的研究也是。指出了啊，台湾是全球最易遭受地震和海啸侵袭的危险电厂啊。那我们现在的核一、核二、核三啊，实际上已经老旧啊，都超过30年以上啊。那核灾的风险是越来越高了啊。那核四在新建的过程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问题重重啊。那所以核能电厂的存在啊，是让台湾人民生活在核灾恐惧之中啊。那因应这个温室气体减量啊，那么我们应该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啊。那目前我们有通过了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法啊，在去年啊7月公布实施啊，那么希望把这个减量目标。我们总共目标是希望2050年的时候要降到2005年的一半以下啊。那2050年的时候的排放量是245.2万公吨，平均每年差不多10.82万公吨啊。那这个量啊，这几年还是慢慢在增加，好像2014年又要增加啊。那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并且增加自主能源，这是我们未来啊能这个新能源的目标了啊，是减碳，并且增加自主能源啊。那么可以做的方法有几项啊，一个是节约能源，一个是提升能源效率，再是调整产业结构啊，降低能源的消费量。再增加燃气发电，然后再是发展再生能源啊，要朝这几个方向来努力啊。啊，接下来介绍一下台湾目前的发电的这个情况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发电装置容量啊，这个装置容量指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的这个发电机啊，那
可以花费的这个能力是怎么样啊？那台湾现在总共啊有48000啊百万人啊这样的花费能量啊。那这里面主要啊是燃煤发电啊，其次是这个燃气发电啊的基础啊。对，那核能发电啊占了差不多10%。对，那我们的抽蓄水利呢，事实上也是这个核能发电来提供的啊。那真正这个再生的能源啊，只有8.87%啊。那这里面一般灌厂水利啊，一般是没有被算进去啊，但是我们是把它列在一起啊。灌厂水利就是大水库啊，大水库的花费啊。那大水库啊是会破坏生态环境，所以一般我们在讲这个新这个再生能源啊，常常是指的是小水利啊，而不是大水利啊。那各位可以看出啊，如果我们把大水利去看的话，我们的再生能源的装置容量啊，就只有4.多%啊，就是不多啊。那么其中像风力啊，只有1.33%，太阳能啊，只有1.73%啊。像各位今天早上来装的这太阳光电啊，这个装置容量只有1.73%啊。好，那还有废弃物啊，1.多%。废弃物指的就是焚化炉啊，现在焚化炉啊，烧了以后这些热量啊，利用的花费啊。那这是我们的装置容量啊。那实际上的发电量啊，这是不一样啊。刚刚是装置量啊，就是哎你有多少容量，但是你不一定去动它嘛啊。那现在是我们身上去用，是用来发电啊，那发出来的电有多少啊？那我们真正发电的啊，发电量里面还是煤炭最多的啊，燃煤发电啊，这个就是。啊，有一些环保团体啊，要求禁烧生煤啊，那这个燃煤发电主要都是用生煤啊，那各位可以看到要禁烧生煤啊，哎，可能不容易，因为我们在燃煤发电啊，几乎啊占了全台湾的发电量啊的45%啊 ，OK， 啊，那当然我们希望燃气发电多用一些啊，现在是31%啊，那核能发电啊。是占14%啊，14%啊。好，那再生能源啊，可以看到发电量只有占4%啊，装置容量那么有8%左右，但实际上发电是比较少啊，只有4%左右啊。那这里面这个灌厂水利是1.7%啊，这是大水利大水库啊，那。我们希望有的，像风力啊，只有0.59%啊，我们希望更多太阳光电，实际上只有0.30%啊，那大部分是0.26%啊，大部分是什么？就是焚化电啊，0.26%啊，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啊，真正的再生能源，风力、太阳光电、生殖能。都很少，你把它加起来哈，都差不多只有1%而已嘛，啊，好，所以这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要努力，啊，还是真的要努力啊。好，那我们有看了那些发电的情况之后啊，我们可以再把它。分析一下啊，设备的这个利用情况是怎么样啊？这个两个可以两个数字来看啊，
低。我们先看年平均的，年平均设备利用率，可以看到，大概都只有利用到一半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有100辆车子啊，那这一整年下来，我们是这样子，平均用了10辆而已啊，另外10辆就没有用啊，是这样，设备利用率都是这样啊。但是啊，核电厂都是我们说可以会缺电啊，所以要再赶快新建电厂啊。它主要是用这个啊备用容量率来看啊，这个就是啊在夏天啊，夏天啊我们供电会比较高啊，所以在夏天的某一个节一个下午啊，大概1点到3点之间啊。这个我们会有尖峰的用电啊，就是用电量会像山一样啊，达到一个山峰啊。那在这个最尖峰的那个时候啊，那我们的这个所用的这个发电容量啊，跟在那个时候啊，我们还可以用的这个发电容量啊，来做一些比较啊 ，OK 啊，从可以用的发电容量减掉啊，这个尖峰的时候的负载啊，再去除以啊，可以用的容量这样啊，那这除出来就是这所谓的这个备用容量率啊，那我们还有，那去年啊还有11%啊，11.5%啊。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尖峰负载的时候还是有电可用啊，没有说啊，因为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核四当然没有运转啊，核四停工啊，封存啊，那呀还有这样的一个装置的量啊，还有这样的备用能量啊。这个啊，再生能源的发展是很重要啊。那么我们环保团体啊，努力啊去推动再生能源的发展啊。那这样一个这个再生能源发展条例啊，一直到2009年啊才公布实施了啊。所以已经比国外啊就慢了这个很久啊。那再生能源发展条例主要是来奖励啊，来奖励再生能源的这个设备的设置啊。那我们总共要奖励啊，650到1000块千瓦啊，是这样，这样的目标的啊。这是差不多目前核能发电总装置容量的1.3到1.9倍啊。那刚刚也有提到再生目前的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情形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发电来看的话，我们刚提到啊，的风力就只有占0.59%啊，太阳风电0.34%，甚至呢0.14%啊，所以还要很努力啊，还有办法啊。再生能源啊，发展出来啊，那要落实这个辉和家园的政策啊，当然就要采取这个辉和能源的政策啊。那我们希望这个政府能够遵守辉和家园的这个法定目标啊，早日停止这个核一二三它的这个运转啊，不得延役啊。那目前的情况应该是不会延役的啊，因为这个蔡英文这个上台之后啊，这个延役的这个台电啊，就已经把这个延役计划已经搞到退了啊。那
第二个就是早日废除停工封锁的事情啊，在这个环保团体在努力之中啊。那为什么希望它能够废除啊？那么因为目前封起来的话啊，每年还是要花这个十几亿啊，来处理这个封起来的废纸啊。那如果能够早日把这个废纸做一个处理，是有利于啊我们整个这个灰的能源的推动啊。这个工程的存在啊，当然会使得这个国民党啊，希望有一天能够把它有一天能够把它解封了啊。那另外就是啊，我们要调整产业结构啊，然后积极推动节约能源，提升它的效率啊。那像这个石化业、钢铁业这些啊产业的这个发展啊，应该是往此的方面去发展啊，不要再去扩张啊。那另外就是啊，减少燃油跟燃煤发电的使用啊，那提高再生能源的这个发电啊。那另外就是要鼓励新能源的技术跟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提升我们的绿色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啊。那鼓励民众参与再生能源发展啊，就像我们来这个达尔马克这个地方所推动的，就是这样一个目的啊。我们是希望各社区啊，民众能够参与到再生能源的发展啊，把它当成一个啊人民的电池这样。把再生能源发展啊当成一个这个人民啊可以参与的一个工作啊，这样再生能源才能够推广啊，能够扎根到台湾各个地方去啊。那第二，我们是希望能源税条例能够早一点通过啊，并且啊把这个轮减的这个法令啊能够予以落实执行啊。那另外，我们要修改电业法相关的一些规定啊，打破台电的垄断啊，使我们的这个电力系统能够多元化、分散化啊，这样的话就有利于再生能源发展。那另外一个有利于再生能源发展的就是啊，智慧电网跟智慧电表啊。那么智慧电表可以让我们实施这个时间电价啊，也就是说啊，我们可以啊用时间电价啊来抑制啊尖峰的这个负债啊。那另外啊，这个智慧电网啊，也可以让我们来区分啊，什么是再生能源发电，什么是非再生能源发电啊。那这样的话，这个不同的发电它的费率可以不一样啊。这样的话，更多的民众愿意这个买这个绿电啊。那这样，这个再生能源啊，这样的一个绿电的发展啊，就可以受到促进啊。那目前台电有提出这个绿电的一个制度了啊，叫大家可以看看能不能来买绿电啊。那事实上台电因为它的电网就是混在一起啊，不管是那个从风力发电来的，或者从核能发电来的啊，这些电力都合在一起，所以目前台电的绿电事实上没有办法区分什么是绿电，什么是非绿电啊。唯一台电的这个绿电所能够达到的这个目标啊，就是绿电的价格比较高啊，所以它利用这个多出来的这个电费要来补贴再生能源，是用这样的，用这样的做法。所以那绿电事实上是鼓励绿电的一些，叫民众啊，也增加一些钱来给再生能源发展资源这样啊。好，
啊，那台湾这个推动推尔加油，事实上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了哈。刚刚提到这个，我们像张教授，差不多1986、85那个时候就开始啊，针对合适的新建哈，站出来啊，表达反对的声音嘛哈。那目前会合。虽然从那个时候一直反对，但是到最后政府还是把这个核试计划通过了。在1992，我刚刚提到91年的时候就把它弄到这个原能会去做环境影响评估，91年的时候就把环境影响评估通过了，那92年的话就正式把它核定，就是一直推了。那我们曾经在2000年的时候啊，因为陈水扁当选总统啊，曾经把核四停建啊，但是因为立法院还是泛蓝的居多数，所以立法院没有通过复工续建的决议，所以核四又续建啊。那推尔家园的这个共识啊，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啊达成的一个妥协啊，妥协的一个方案啊。那这个妥协出来的共识是后来是有把它列到环境计划里面去的啊。那么国民党基本上就是一直推核四的啊。那么只有到福岛核灾之后，才慢慢的改变了这个他的一些态度啊。在2013年的时候啊，那么核四是我停建啊，将由立法院交付全民公投决定啊。这个时候将马英九将一话啊，还是希望能够把核四新建起来啊，所以要立法院提出这个公投啊。是用这个否定式的一个提法啊。那如果否定式提法按照过目前的公投法的话，是不会过的话啊。核四停建不过的话，就是核四要续建啊。但是希望这样啊。当然，所以民间团体啊，民间法团体当然没有接受啊。所以后来这一个案也没有提。立法院也没有通过啊。好，那最后我们2014年的时候，这个因为林立雄先生的一个绝食啊，导致了这个江宜桦院长啊，宣布这个核四停工方式，将来是我院长由全民公投决定啊。那我想简单举一些图片，让各位看一下啊。这是早期反核游行啊，从1988年之后，这个环保联盟几乎每年都会办这个反核游行啊。那游行的这个参与者很多都是大学生啊，像这个就是反核学生工作队啊，然后做了几个图片的这个特别这样啊。那这些。妇女啊，也有参与啊。那这是核一厂啊，出水果出现的这个背景雨啊，很多的背景雨把它拍起来啊。那这是在核四预定地那边的这个游行啊。那早期啊，一些大学老师啊，然后也签署这个反核的宣言啊。那么这是环保人们首次提出的啊。那蓝屿啊也举办了这个啊驱除恶友的这个第一次在1988年举办了这个驱除恶友的游行啊，反对核废料的时候啊。那这是1988年啊，那么环保联盟的几位老师去台电大楼前面静坐啊，会跟到这个今天也在座的张伯伦教授。
那旁边是我啊，那时候都爱年轻嘛，这个是我一个是梦想生的，然后一个好像是黄，有黄，哎，这个黄金眼在，黄，这个是黄武雄，是吧？黄武雄，这个是我太太。我比较爸爸的很久很久啊。OK， 啊，除了去那边大佬静坐之外，也其实立法院前面静坐啊。这是1992年啊，我们到这个立法院门口啊，去那边举办这个叫“和氏基业24”啊，那边静坐啊。这个吴庆仁教授啊，最近逝世啊，成大物理系的教授啊，啊，那从1992年之后啊，这个核四预算就要到这个立法院去处理啊，所以几乎每年我们都会去立法院那边走过的啊。那这个是在贡寮乡那边，这个举办的这个核四公投啊，那时候尤清县长的支持啊，那时候这个我们啊张教授也有到啊刘县长那边去帮忙啊，那这是第一次台湾啊举办的地方性公投啊，这当然是。好刺怪的，因为公投法那个时候是还没有通过的哈，但是我们先由县长的支持啊，举办啊，那投票率是很高的哈，那反对的也是896%啊，啊，当然立法院是没有。这个重视这样的民意啊，所以立法院还是通过了合适的预算啊。那因为立法院无法反映民意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来罢免表格立委啊。这样，前几年啊，那我们学生团体有举办这个歌篮舞的活动，各位有没有参与啊？事实上。我们在1994年就开始歌篮舞，那这个啊，并且歌德完成，歌德啊都有举办投票啊。我们在1994年啊6月开始发起罢免，台北县市的合理的运动啊。啊，因为我们这样联署的这个成效非常的好啊。它使得立法院这些委员们都非常的紧张，就开始去修改选罢啊，修改选罢，所以我们边罢免联署，他们边宣修选罢法，所以我们这个罢免的结果啊，最后分成两种处理方式啊，比较后来被罢免的啊，就逃掉了，就逃掉，比较早被我们罢免的啊，我们就举办了投票啊。那到11月27号啊，就举办了罢免立委的这个投票啊。这一次的投票是针对台北县5个立委啊，里面包括洪秀柱啊，还有这个林志佳啊，现在的立法院秘书长啊。那当然是没有过啊。那同时我们。在罢免投票的时候，也举办了这个核四公投啊，那也是啊，这个结果啊，89%啊，那这个台北市后来啊，也有联署几位啊，后来承办的举办投票的，哎，后来有承办的是魏庸啊，魏庸，那丁守中也被罢免啊。
啊，另外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德式光火啊，是林玉雄先生啊所成立的啊，这个德式光火的促进会啊，那这个举办的这个千里舞行啊，宣扬人民作土德式光火这样啊，那我和张教授啊也都做过这个德式光火促进会的召集人啊，那我们走了几圈啊。嗯，啊，那2000年啊，这个陈水扁当选啊，那环保团体就要求这个林建良要落实啊这样的承诺，啊，刚刚已经提过了啊，停建之后又续建啊，所以这是对环保团体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团体就是在这个。挫折之中度过了啊，但是在挫折之中啊度过了不是办法啊，就是还是要想办法把他的声音凸显出来啊，所以就只好采取啊，宁可裸体啊，不要裸男啊，rather look 对 ，look 然后 MUDE 啊，有没有 MUKE 啊？是这样。这是在新北市的这个服务网摊，那就去这个啊，这个做出一个这样的行动啊，参加的啊这个啊，因为有警察在旁边，所以事实上还是有关心在身上啊。好，那2011年福岛核灾之后啊，我对。反而没讲啊，是一个关键性的啊疫苗啊，那台湾的反核意识就天鹅高涨啊。那我们也再次啊提出了这个核试公投啊的一个联署啊，那这是各地区做这个核试公投的联署啊。但这个今天是没有时间讲啊，因为这个公投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尿红公投法啊。好，那这是反核的游行啊。那这是针对立法院要啊，刚提到啊，立法院要通过这个核试停建的公投啊，反核团体是反对啊，这样的一个。做法啊，因为它会扭曲民意啊。这是在立法院前面升反核旗啊。那这是2014年林玉雄先生静坐啊，即时静坐，这是到这个林玉雄先生的义光教会那边去探视他。那这是立法院前面继续静坐，这是在忠孝东路上那个反核游行啊。那终于促使这个行政院宣布核试成功核准啊。那我们的这个联署啊，那继续努力啊，因为在3月的时候，我们也是3月学运，我们也去参加了。那没有请同学然后来联署啊，那我跑到这个地场里面去讲话啊，各位有去地场啊？有没有同学进去三类学院的时候没有去？OK， 那后来我们终于把10万的这个十几万的这个联署单，就把它送到。这个公投审议委员会去啊，但是后来就被驳回了啊。那后来我们有诉愿啊，那诉愿的结果哈，也是没有通过啊。在今年啊，3月31号，最高行政法院已经把核四公投案，我们推的核四公投案啊，已经驳回了，核四案子已经没有了啊。情况是这样啊。OK，
那我想面对这个哈、危害台湾永续发展的核电政策啊、我们必须持续的全力反对啊、希望经由我们的努力可以找一点退出合适啊、并且让核一二厂、核一二三厂啊、停止运转啊、促使飞蛾家园的目标早日啊达到啊。所以可以看右边的图啊。所以这就是总统府，总统府那个挂图镜那我们以前那个反核游行的时候，把这个“飞蛾家园”这几个字啊，镭射光把它打上去啊。我们希望啊，有这样一个目标啊，能够早日达成啊。当然这是不容易的啊，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啊。拿到了飞蛾家园目标之外，那么我们还会留下核能废料，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哈。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啊没有飞蛾家园的这类的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哈。我们要几百年啊几十万年啊，来让后代子孙啊来面对。我们这四十超过四十年来啊，产生产生的这些核能废料啊 ，OK， 好，那以上我就报告到此啊，行。谢谢。各位同学，有没有问题？好，来，请。是孙老师，我看到就是你刚刚讲的费用，费用的那个年代，所以我们现在的费用变量，然后2008年到2015年，然后就是说它的费用变量从21多少，就是21.1到11.5，那表示说我们的用电是在增加嘛，对不对？对，持续增加，而且是增加大概1倍，对不对？那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个增加的速率是很快。那我说那我在想说他们在，就是说台电他们在算这个电的时候，他们会认为说照这种速率增加下去，我们的电会不够，然后需要增加一些电，是这样子的吗？需要我们增加用电啊？那个电我们要增加是发电的能量增加，我们用的电少啊，这样吗？所以费用能量增加是我们电变多还是电少？电可以花的电变多，但是我们可以我们真正需要的电变少，费用能量才会增加。没有容量啊，刚刚提到过了哈，就是我们可用的容量减掉先锋负载的容载，可用容量减掉先锋负载，它除以这个可用容量，分别是可用的容量。所以说21是就说，所以它是可用容量是越来越少。越接近你健康负债，这两个都有可能的。可用的容量减少，也是会使得这个数字减少。健康负债增加，也是可以使得这个数字减少这样。那我想请了，花店。我发电的容量，减掉监控负载。监控负载。用量。用量叫做负载。用量。然后再除以可发电容量。除以可发电。风模啊。容量。对啊，这样嘛，对，来，还是到这边来讲，后面直接讲，不要不用这样讲，这样子，就是
实际他们他们这样。假设我们可以。假如我们可以花100户的电，对，那你只用建木用量只用80，那你的备用容量，备用容量就是备用，这个就是备用容量啊，这个就是备用的啊。就是我们假设啦，这可能花电是100，你这个是80的话，对不对？那这个是100，所以你是20啊。所以备用容量越高的话，表示越没效益。应该这样讲，因为你设备多嘛，你用量少，所以用量少，所以你就是效益就不好，所以你是等于就过度投资就对了啦。你本来一台冷气就够了，你去买两台冷气干嘛？两台冷气那一台买第二台冷气的钱，你根本不用去买，是这样，意思是这样。谢谢。觉得这样是11点多是太低了啊，台电一直觉得是这样。好，我现在稍微强调一下，我讲，而且这个是我讲一下，我说一下。你看那一边是刚刚施老师讲的是这一点，备用容量的话只有21.1，28点多，就是这个公司算出来，尖峰这一点放在这里算出来。好，那你现在看这边，这边就是平均的。平均的我们是什么？我们用的差不多只有一半而已，就是说我们可以花100度的电呢，我们每年平均呢只花50度的电，那这个就是等于是过浪费、过度投资。那施老师的意思是说，施老师的意思说，我们如果把就是有一个时间电表的话，把这个压下来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再投资电厂。我们现在电厂已经超太多了。只要你把这个再压下来，因为平常平均只有多少49而已，我们真正在花电，一年花电只有花49，是不是？所以你那个再压下来的话，你就只有，你甚至可以再减两成、减30%的，都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你只要把那一个尖峰把它压下来就好，尖峰用变少就好。那你没有实际的？那你了哈。实际的作为可以用怎么样？不要讲时间电表，就是每一个人用的电表。我们把现在的时间电表。时间电表，比如说你的电表可以分出说你哪个时候去、哦、
其实就是智慧电表，应该这样讲，智慧电表。你的电用电是几点几分用多少电，几点哪一段时间用多少电，哪一段时间用多少电。那我们就可以把说下午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一个时间呢，用的电用多少？那这个时间的电我们要收比较高的费用，因为它是在尖峰的时候用的，我们要收比较高的费用。那你比如说晚上1点2点，大家都很少用电的，对不对？好，你这时候用电，我就帮你收比较少的电。那这样也可以让工厂，对不对？他们用一电大户，他们知道啊，他中午他不要生产，他除非他是没办法要24小时生产。如果说他有这个分别的话，对不对？他中午这段时间呢，下午这段时间呢，他不要生产，他拿到是6天。那他价钱就降低了。所以这样就是几乎就是每一个家户都要。啊，对，就是要时间电表，或是我们所谓的智慧电表。就要推这个电表。哎，要有这个电表。那台电现在我们要求台电要做这件事的。这个电表是台电的电表，其实是可以做一些措施，比如说那些工厂，它当然24小时生产，但是它比如说它的那个空调，它可以去把那个晚上的时候，它把那个去做冰。然后到白天的时候，就用冰来冷却，就是热的时候，它这样就降低它。它用一些措施，去节电，因为它如果在尖峰用电会很贵，它就自己会要求，因为降本求利，它就会要求降低它自己的成本，它就会去做一些设施，做一些设备来节电。这个是节电啊，把电分到别人的电，就是省钱啊，就是工厂就要省。那个资本，那这样子电就不一样。你看现在2015年，那个备用只有剩下降到11%，对不对？可是当年我们的那个核电厂发电是多少？就差不多10%呢。所以台湾哪里有缺电？不要核电厂，若是在前面那几年，我们的核电从来没有发到28%的啦。对啊。有吗？没有嘛。那。根本就是那是尖峰哦，尖峰还用这么多的，还多发这么多的电，对啊，还比那么多的设备，就是对，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还可以发多，但是你没有做，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核电，那个缺电都是骗人的。我们一天到晚看到他说什么停电限电，从来不是因为没有发电，都是因为什么电卡倒啊，电网怎样啊，电线断啊，或者是怎样，从来都不是因为没有电，所以。那个缺电的那个，就是上次讲的那个，没有核电不会缺电，没有缺电的这个问题是被骗。刚刚说这个啊，你尖峰负载怎么处理的啊，让它能够下降啊？那一般我们就叫做负载管理的啊，负载管理啊，那。现在比较流行的用语是叫做虚量管理，你们三个人实际上是一样的啊，是一样啊，就是需求端的这个虚量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管理啊，那么这个管理啊，主要就是用各种方法啊。让这个使用者不要在这个夏天的这个中午用那么多的电啊，那这个包括说我们刚提到这个我们鼓励民众去节电啊，那当然目前民众。他如果有意识的话，那就不管有没有时间电价啊，像各位如果有意识的话，你就会尽量不要在那个时段去洗衣啊，或者去开冷气啊，你可能就跑到这个麦当劳啊，其他咖啡厅去那边工作，不要在家里开冷气啊，这样还可以帮你这个用电可以降低啊，那当然有时候会想说，能不能更给大家有诱因啊？那如果说有时间，
电表的话，那这个不同的时段，那个这个电价不一样的话，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诱因，大家会在要便宜的时段去用电，这就是用时间电表，那这个差别电价、时间电价，来让民众可以来转移啊，这个尖峰用电到离峰的情况去啊。那目前针对产业界这些大的用电户，事实上已经有用这个时间电价在处理啊，让产业他们基于这个成本的考量啊，会把一些生产能够转移到这个离峰的时候来进行的啊。那这个转移的方法有很多种啊。那么刚刚提到出来，像一般的商业和大楼他会利用晚上晚上整个离峰的时候电价比较便宜，他可以制冰用这个电力来制作冰雪啊。那这个冰在白天的时候它可以用来做在空调系统里面来使用啊。那空气通过这个冰水的这个装置可以被冷却啊。这个就是传统我们这个冷气机的这个传统的用冷媒的这种冷气机改成用冰水冷气机啊。所以有时候这个立滴的方式还会牵涉到我们使用的这个方法使用的技术那当然另外还有像这个张景生张景生政务委员他提出的说这个百货公司是不是下午就也不要营业还是怎么样那个也是一个那个EPD 这个健康负责的一个做法当然这个可行性还是被批评的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大家要想说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这个健康负责把它下架那各位可以想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当然这个随着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通讯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进步那么像很多这个控制就更有比以前更容易那不过当然要做好这些改变还是要设备上面还会需要投入比如说台电针对这个时间电表或者是智慧电表它还是蛮犹豫的因为它要投资来做这些事情他说他有很多电表是在这个讯号不容易接收到的地方连通讯号接收不了的话那个智慧电表所记录的这些资讯就没有办法通到那个台电那一段去所以他认为就是说目前来讲技术上那还要克服所以还是非常犹豫这样所以我想这个不能够成为台电的借口因为智慧电表这个应该是一个应该要走一个方向，台电应该去克服它就是把它当借口去做张教授，你刚才补充一下对，还没有什么问题。另外当然这个我们再生能源的这个发电那么
特别是太阳光电啊，在这个负载监控负载的时候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啊，因为这个我们用电健康的时段大概就是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啊，也是太阳光电啊最能够发挥它的这个功能的时候啊。所以除了这个负载管理、需求管理之外，我们要准备考虑到我们这个发电方式的特性啊。那我们如果用这个太阳光电来提供这个最终负载的这个所需的电的话啊，它也是一个相对于新建其他电厂来讲，可能是一个更快速、更便宜的一个方法啊，也是更没有污染的一个方法啊。这是太阳光电的一个特性啊。好，非常特了解。
能够解发这样啊。那当然政府啊，这个马政府在节能方面，它的这个目标后来也有把我们民间团体的那个节能目标，它也有把它列进去啊。然后在进一步，它有针对各县市啊，来希望各县市提出节能的这样的计划啊。那当然这个做的情况啊，是没有符合理想的啊。大部分县市大概都大部分是没有节能的，还是增加的啊。那这个方面啊，当然就是也是我们民间要有着力的去监督的地方的啊。因为目前政府它的这个所谓节能的目标啊，事实上都是他们这个诉求事实上是比较不是真正的这个节能啊，他们是根据自己认为的一个我不了解的是 VAE 吗 ？Business as usual， Business as usual， 他们的一般地方都会这样说啊。社会的发展，我使用的能源啊，会是这样啊，所以时间会这样啊。那这个叫做不做任何的啊，作为的话会这样啊。那我做了节能之后啊，那么我就会变成下面这条线啊，节能后的这个。这个用电，这个随着时间啊，这个能源的用量啊，所以这个大概我想很多县市都会跟你说，我们有按照他们的规划。做了一些努力，这样达到这样的目标啊。但事实上，你根据啊真正来看的话，还是能源的用量还是增加了啊。那正确的做法当然是我们针对一个基准啊。然后希望我们的用量是会真的往下的啊，这样才是真的节能啊。那国际上面啊，针对像温室气体减量，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比如说他用1990年的排放量为目标啊，我的这个1990年的排放量为目标。然后为基准啊，然后要比它减少多少，比如减少10% 啊，在10年后要减少10% 啊，这样。所以真正合理的这个减量目标应该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想目前这像这种节能的这个措施啊，环保团体当然是很努力，希望政府真的能够真正去做啊。那这个当然要牵涉到用电的这个部门啊，这个需求
用电的父母，你要一个一个父母去跟他们谈啊啊，包括这个啊这个学校啊，还有这个工厂啊，或者这个商店啊，像很多商店，我们到夏天用的冷气并没有用窗户啊，或者冷气管啊，我们都放冷气外。那这样就很难办会啊，所以像这个事情啊，我想，如果民众能够去检举啊，那单位能远的行为啊，这可能应该会有些作用啊。那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这样。就是政府相关的措施事实上都是有的，只是说怎么去落实啊，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去研究这些措施呢，我们政府也召开过好几次的这个全国农业会议啊，像去年啊，去年年初也有召开过那个农业会议，是针对这些也是谈了很多，谈了很多之后，那么他达到了一百多个共识。我如果没有记错，包括这个会议里面大概有共识有没有共识啊，那达到了100多个共识，那这些共识大概都是针对节能减碳这方面，大家共识会蛮多的啊，那再生能源发展啊，这个有的这些共识也蛮多，但是当然就会有开始有异议了啊，有些人认为再生能源发展会破坏生态环境，这样的共识就稍微少啊。那核电的话，就是大概没什么共识。那有100多个共识啊，那这个这些共识，政府也都叫各个部会提出一定的方案，然后这个方案出来以后，也在行政院院会也通过了，然后这个东西也列进去研讨会，在定期最终考核，是这样啊。就我所知是这个样子，目前情况。但是如果说到目前有没有成效，当然是成效是不彰的啊。要使这个成效能够彰显啊，我想这个两方面嘛，一方面就是民间要很重视啊，要重视去努力去争取；第二方面当然就是政府的官员啊，也真的把这个事情当成重要的施政计划啊，严加掌控，才会看出成果。
谢各位的聆听啊，各位。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啊，随时可以请教我们的几位老师啊，张教授一直都陪在这边，还有刘志坚副会长啊，今天首次来的，刘副会长，好，那就谢谢各位啊。